我的心和过去一样，尤其对你，从未变过。哇，原来是登海啊！应该紧紧地抱在一起，接吻。鹏鹏，你确实变了，一点也不像儿时的你。还记得吗？小的时候，不管是玩游戏，还是和别的小皇子打架，还是私塾先生抽查背书，你总是偷偷暗地里帮我，只是因为我总把奶奶给我的麦芽糖偷偷塞给你。记得记得，我从小就爱吃糖嘛。因为成祖更喜欢三哥，便授意父皇立三哥为太子，有朝一日登上皇位。成祖又那么喜欢你，又刻意为你和三哥制造机会，后来果真随了成祖的心愿，我和你越走越远了。可是我觉得齐胜对我没什么情意啊。鹏鹏，你从小就向着我，你的心意应该和以前一样没有变吧。齐胜啊，虽然对我冷漠刻薄了些，但我毕竟是太子妃嘛。我如果向着你，不管你怎么想，我的心意是不会变的。哎呀，热死我了！宝贝儿，给我倒杯水去。人呢？宝贝儿。怎么了？大宝剑不错了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有话问。不知鹏鹏现在喜欢什么样的男子？啊？什么？你是喜欢温润如玉、成熟稳重，还是喜欢浪漫洒脱、年少英俊的？其实喜欢什么样的人并不重要，爱是可以跨越性别的，重要的是那个人是谁。那鹏鹏觉得我和老九谁更讨女人欢心呢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这些都不重要，天注定。而且我现在已经是你的太子妃了。娘娘，太子殿下要替皇上去江北大营巡查，命您陪同前往呢。哎，强公公，我能不去吗？娘娘，能陪太子殿下出访，那可是至高无上的荣耀呢。娘娘还是赶紧收拾收拾，奴才就先回去了。